平安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搁一摆来到上帝面前，咱要伫遮来敬拜、阿乐咱的天父上帝。啊，咱也真欢喜，虽然过去日子咱拣菜有时拄着艰难困苦，啊，有时咱拣菜得失着主，而且啊做主所无欢喜的事，但是咱今仔日拢通安然欢喜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因为上帝满有慈悲怜悯，所以这是咱互相甲隔壁讲真欢喜，甲你做伙来敬拜，真欢喜甲你做伙来敬拜。这是咱用圣诗214首，圣诗214首，上帝慈悲无穷无尽。咱要来吟第一节、第四节、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。第一节、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六节，咱来体会上帝的怜悯。上帝慈悲无穷无尽，本就是阮何愿，祂的名字大怜悯，参照隆中最高。第三节，主上帝，我有得罪你，在你面前悔改。上帝心欢喜在公义，天开当当天见。如此教会谁挂念我，他被生死写地。我心当天我心有问，求你给我欢喜。差别我最无可洁病，免受严严心判。从这心心已经清气，清清定心归我。上帝知影咱的软弱，所以伊满有怜悯甲慈悲，伊知咱有时。因为咱的软弱，常常来得罪着伊，所以伊为着咱赐下一个名叫耶稣，要拯救咱的拯救。所以咱只是有缘用圣诗130首，耶稣尊名就欢喜康这首，咱来感受耶稣这个名何等的甜蜜，这个名何等赐咱平安。所以咱来吟130首，咱静静。来思想，静静来体会。耶稣尊名之冠以康，那个可爱的笑，可乐一面关注。请我压缩今晚
耶稣这个名何等的甜蜜，耶稣这个名对咱，因为上帝想赐这个名给咱，伊想赐伊圣子给咱，这个圣子道成肉体，站在咱的中间，所以伊经历咱所有经过辛苦病痛，伊到尾受鞭打，受钉十字架钉，伊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忍受经历世间人、世间咱世间人所捌拄着、所有拄着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艰苦。毋过到尾，伊伫迄个所在有格外，伊有德性，所以伊真侪咱的模范。咱要对伊来学习，咱对伊来得到活命，也对伊来得到逃亡、医治甲平安。所以，咱来时时来学习咱的这个主，对咱的主，甲咱的主性命来做连接。咱就要对咱的主耶稣基督来得到快乐，来得到一份的平安甲喜乐。所以，咱这是要用历史葡萄球，咱要甲咱的主耶稣性命在这个所在来连接，那么对于来得到造就，所以咱来吟一届。我是葡萄，你是葡萄树。你是葡萄树。我是你生命连接捏造的模样，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，你是葡萄树，我是你生命连接捏造的模样。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，深深祈祷，常常渴慕你为我，那就在地溪水边，时刻可你是刻可你过每一日。咱的主有老好的模样在咱，予咱有德性赢过死亡，赢过死死的关系，所以无论咱拄到任何的艰难困苦，咱有拄到任何的死死，咱要挖靠咱的主，就要得到德性。咱伫这个所在检查，咱有时软弱，有时去有做看样的时阵，咱犹原要伫这个所在来呼求咱的主，主啊帮助我。咱的性命甲主连接，主的开拉就要进入咱的性命内面，予咱赢过遮的，予咱得到德性。所以，咱来时时甲咱的主伫这个所在做连接，咱就要有丰富的人生。咱再来吟一次。你是葡萄树，我是你生命里的叶子的模样。我亲我，甲你拿来拿亲像。我是你生命连接捏造的模样，我亲我甲你拿来拿亲像，深深祈祷。
手在地开水边，是靠靠你过每一日。是靠靠你过每一日，深深祈祷，深深祈祷，常常靠无你话语，那就在地溪水边，是靠靠你过每一日。是靠靠你过每一日。咱的生命若甲主连结，咱就要结好的果子；咱的生命若甲主连结，咱就要得到活命。约书亚第二十四章十六节的所在讲：轮到我的家，我们都要敬拜耶和华，所以当我们跟我们的主连接的时候，我们要将这个生命带入我们的家庭，因为家庭是教会的调教，所以今天搬到团契也要用这个做目标，要来让我们的家庭很多教会的照顾，所以我们在这里透过我们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让我们的家庭在这个所在也得到祝福，所以我们用这首的诗歌，将我们跟我们的家庭在这个所在做连接，让我们的祝福，上帝的祝福可以透过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家庭，经过我们的家庭。圣诗450首，恳求上帝施恩赐福。上帝是我祝福，我有几个安乐，几多喜舍心主基督来给撒旦。主好，无罪不容，亚弟姊妹，哦，感谢基督，君他先见，家眷。所行叫主华东，在灵家母为主坚强，万事最主更变。第四节，安魂休憩，虔诚祈求，不敢奉求主佑，真心快乐，也心感恩，求主赐福。求主
有主点在我们的中间，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喜乐。所以这时我们用敬虔的心，我们来调剂我们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来敬拜我们的天父上帝。圣诗第一首，圣哉圣哉圣哉，Yeah.